我推断死者应该是死了4到7天。难道你不急吗？我当然急。那笔钱我拿不回来，不但会坐牢，还会身败名裂。是我的投资顾问，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帮我把这个骗子找出来。你懂得巧。我有他的名片。死者名叫孙秀琴。他死了。明天晚上9:08频道，《警徽天使二》，是由新加坡警察部队与以下商家精彩带给你。